细腻华丽，带着一点点狂野性感的感觉。那这一款呢，其实穿在我们身上也相当的舒服，尤其是如果说呢要展现我们这个背部线条的话呢，就可以特别选择这一款呢，在我们的背部啊也是采用这个 V 型美背设计的。而这一款呢的小腹部的配布的部分是低腰三角裤，所以呢在整个穿着上呢很利落的剪裁，凸显出我们蕾丝甜美又带着一点华丽的视觉效果。好，今年呢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成为我们马登马火的马卡甜心。好，接连这两套呢包括了我挺你系列的 Juicy V， 以及现在在舞台上为大家呈现的是 Double V。甜美的画面了。好了，那马上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次的主打商品，也就是我们观影啊背板上呢这个代言人身上所穿的，就是我们的 Sexy V。 哎，现在我们 model 身上穿的呢就跟我们代言人身上穿的是同一款配色，对不对？好， Sexy V， 真的如果说呢马卡龙是少女的酥胸，那么我们今年的春夏 CP 又媲美是内衣界的甜点。首先在视觉上有没有看到，我们采用的是低底心中斜边，所以要有深 V 集中荡乳吸睛的效果。那再来啊，我们在配色上采用的是双色花弧蕾丝，双色花弧蕾丝用这个对比色系呢来展现出非常俏丽活泼的视觉效果，所以呢在整个流行的趋势当中呢又带着非常活泼的律动感。哇哦，连公车司机都舍不得开走啦，是不是呢？我们的这个 model 真的非常的吸睛，我们的马卡龙哇，用眼睛来品尝你可以感觉到非常的 sweet， 非常甜滋滋的感觉。好，那这一款呢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哦，就是它的侧边。好，因为我们这次呢采用的是双层的织带车缝技术，双层的这个织带车缝技术什么意思呢？就可以 double 双层的提托，好，让双腹更加的浑圆，好，加倍的提托，好，更加的集中。所以呢，其实真的我们不是只有视觉上，包括我们在整个技术上都要带给大家最顶级的马卡龙的缤纷享受。好，那可以看到啊，我们的不同的配色颜色呢，从柔和活泼展现出不同的气息。另外呢，我们这款 Sexy V 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，好，就是我们呢在罩杯的部分采用的是弹力棉。那这个弹力棉有什么样子厉害的特质呢？首先它不易变形，不易变黄，而且不容易有压痕，所以女生呢穿着这款 Sexy V 会觉得非常的舒服，尤其夏天很适合，因为你知道夏天比较容易流汗，每一天都要清洗我们最亲密的这个衣物，对不对？那这款呢耐洗油，而且非常的耐穿，另外还非常的透气，所以在炎炎夏日当中也推荐给大家 Sexy V， 而且它的三个配色都好好看哦，是不是啊？有着我们这个马卡龙最缤纷的外形，双峰包夹的内线，哇，入口即化的性感少女的酥胸，我们就是内衣界的甜点 Sexy V，这是我挺你系列当中呢最新我们的主打商品。好，现在呢我们的三位 model 都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啦，哇，一起来到舞台前，好 sexy， 好性感，好甜美的画面哦。是，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的我挺你系列 Sexy V 最新上市的新品。